项庄严肃穆的恭祭典礼是今天上午9点在金门延平靖王祠隆重举行的，由金华部司令官主祭，金门军政各界首长、正式公卿、民众跟学生代表1000多人举祭。典礼在悠扬的鼓乐声中展开，主祭人首先上香向发献爵，接着引导全体人员行30公里。主祭人并且致辞，鼓励大家要效法郑成功为国的忠义精神，来完成反攻复国的使命。